你可唔可以唔走啊？唔可以，财宝同我讲，如果我唔走，就会变成游魂野鬼，边度都去唔到。爸爸，你去边度啊？我去揾你妈妈。你带我一起去见妈妈。而家未系时候，你仲有好多日子要过。不过爸爸应承你，有一日我哋一家人一定会享翻埋一齐。你咁样讲就错啦。自杀嘅人系会被打落饿鬼度，你一生行善积德，可能会转世为人，所以你同你老婆系见唔到面嘅。刘成，够钟啦，走啦。爸爸，你唔好走啊！我求下你啊，唔好走啊！小千，我知我欠你好多，不过仲有样嘢想拜托你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帮你照顾灵芝噶啦。春宝，多谢你。不过我都系决定去揾小慧。灵芝，你要听小千姐姐的话，不要要爸爸担心啊。知不知啊？小千，拜托晒你了。